老伴快走。大忽悠！哎，大忽悠！你当大伙面叫我艺名干啥呀？什么大忽悠啊？哈子芳，要我说啊，这副拐今天就别卖了。你别说那话，做这副拐又搭工又搭料，一天一宿没睡觉，不卖不白瞎了。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，谁买你这玩意儿啊？这啥话？你还不知道我叫大忽悠吗？我能把正的忽悠斜了，能把奸人忽悠捏了，小两口过得挺好，我能给忽悠分别了。今天卖拐，我能把一双好腿给他忽悠瘸了。哎呀，了得！我就不相信了，那好好的腿你都能给人说瘸了？这就是我的强项。我还不到你的强项，他呀。听说人家买马上人家卖车套，听说人家买摩托上那卖安全帽，听说人家失眠上人家卖安眠药。别说了啊，这就叫市场，要抓好提前量。你那提前量也有抓失误的时候。这副拐打失误了。听说阿毛驴子开四轮车把腿砸了，他起早贪黑的做这副拐呀，结果人家砸中了，出院以后吧，直接就轮椅了，那拐就没卖出去。你看我今天才把它卖出去，好不好？哎，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，还能卖出去吗？你太小瞧我了，今天我就卖给一个好人，把腿给他说瘸了，完事把拐卖给他，我让你看吧。那那么的不是骗人吗？什么叫骗人？这叫愿者上钩。一会儿帮我忙啊！我不会忽悠，你就自个儿整得了。看我眼色行事，好不好？嗯，哎哎哎，喊两声，喊啊！拐了啊，拐了，哎，拐了，拐了，拐了啊！我说你瞎指挥啥呀你？你知道我要上哪儿，你就让我拐呀你？喊卖，卖啊，卖卖啥呢？拐，连起来，拐卖了啊！啊，拐卖。谁呀？拐卖了。谁要拐卖你啊？啊啊！他拐卖了。你呀、啊？你要拐卖啊？你啥眼神啊？就那样，我能卖出去吗？你买呀？那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是？俺俩是一家的，搁这玩呢。我们俩两口子玩呢，在这。你两口子大过年的卖媳妇玩，真是。哎呀！拐卖了、啊。哎呀，挺危险的，他呀。病得不轻啊！谁呀、啊？嗯，没。说啥呢？说啥呢？没你事儿，你走吧。看出点毛病，媳妇不让我说。嗯。啥毛病啊？这情况应该告诉他，发现就不来不及。啥玩意儿啊？你走吧，没事。发现点病情，完了媳妇不让说，不让说你走吧，说你也不能信，你走吧。走吧，我跟你说媳妇儿，就他这病发现就晚期，来不及啊，真的。啥是晚期？我说你怎么回事你大过年的你说点好听的行不行？你是干啥的？你说我不是算命的，我也不是相面的，看出你有点毛病，你指定不信。不是信不信你得说出来，我信不信的。我先不说病情，我知道你干啥的，你服不？你还知道我干啥的？你认识我不？不认识。我认识你吗？不认识。我知道你干啥的。我干啥的？你是大老板。什么玩意儿？那是不可能的。你说的都是废话，大老板有骑这个上街的吗？在饭店工作。嗯，你咋知道他在饭店呢？一股葱花味儿。是不是在饭店？我在饭店，我是干啥的？饭店对不？哎，对了，在干啥的？厨师。啊？你咋知道他是厨师啊？脑袋大脖子粗，不是大款就伙夫。美呢？他给我家美呢？是不是？啊，是不是？说对没？啊，你服不？我服。哎，这我对没对？啊，对对。对，你走吧，我不看了。不是，哎，大哥，那什么，不看了。那啥，那哎，那什么，你不，哎，你这个不看了行吗？不，你听我说是吧？职业绝对猜对了，但是你刚才说我怎么的，什么病情严重又是晚期，那是怎么回事？你信吗？你得说出来呀。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，你有没有一种感觉？你的局部部位跟
跟过去不一样了。你想，你想，你往上想，想想想，不一样了，定死不一样了。没啥不一样。你想，你说实话，这脑袋、脸啥的有点偏大，不是主要毛病。你知道因为啥大的吗？为啥？它是你的末梢神经坏死，把上边憋大了。那是哪儿憋的呢？末梢神经，脚，往上，腿啊，不对，我腿没啥病，没病，你腿就有病，啥病？走两步，走，你走两步，走，你走两步，你想看病不？看病就走两步，走两步，走两步，啊，停，走。你的鞋跟不没毛病吗？啥毛病？一根高一根低。你这是旅游鞋死根的。那就对了，你的腿短这么一块。啥呀？有一条腿短。一条腿短，一条腿长的人，卖裤子的人就告诉我了。谁能告诉你？你去买裤子，人家告诉你腿短，你还买吗？谁像我这实惠呀？这样啊，说白了右腿有病啊，你就往上想啊。我给你调调好不好？信不信？信我就给你调一调，可以，一定要听我的啊！怎么调吧？顺着我手感觉走。好，我让你抬多高你就抬多高，我让你咋落你就随便使劲往下落，好不好？麻没？麻了。他咋麻了呢？你对你也麻，麻没？麻没麻？麻了，麻了吧？麻了。走起来，放松走啊！别控制，走。你这腿100%有病，趁着麻劲走，别不敢走，走，别闲磕着，走。哎，别控制，你现在控制呢，你走，走，你走，你溜起来走，来跟我走，来，走，来跟这儿，走，哎，你们走。哎，你走吧，哎，一会儿就好了，你走吧，走，你给我干嘛呀？走，哎呀妈呀，这咋回事呢？这是，这好腿给忽悠瘸了啊？怎么？他说你忽忽悠悠就瘸了。哎呀，这是我早咋没发现呢？这个早你没碰见他，你早碰见他，你早瘸了啊？我早就给你看好了呗，大哥呀，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这是，我告诉你啊。你呀，这个病理呀，是什么原因呢？什么原因？他就是啊，你过去啊，在15、16岁的时候，你的腿崴了。那我是这条腿崴的，转移了。哎呀，转移到这条腿上来了。二者你参加工作以后，你的职业对你很不利。你原来是切墩儿，所有的重心都往这边偏，越压越短。这条腿。轻者是点脚，重者是偏瘫，到最后晚期那就是植物人。你看啥呀？不是，我等会儿看你眼睛去。行，调病呢？干什么玩意儿？啥呀？大哥，那我得用点什么药呢？用药不好使。哎呀，你可别让人吃药，快说拐吧。拄拐，拄拐，请坐。拄上拐之后，这条腿逐渐找到了平衡，一点一点把这条腿就抻出来了，你的病就痊愈了。当初我就因为心疼钱，没买拐。是吗？我腿残了。你啊，回不过来弯。你这是一条废腿啊！你不废腿，咱这是好腿。好腿，先头是好腿，好腿谁拄拐？你就别说了，行不行？拐不是给人，我不让你说话了，你别骗人了。人家哥，咱那拐不是不是。哎呀，大姐，你就别跟着搅和了，行不行啊你啊？这是病人和病人之间在探讨病情，你老跟着掺和啥呀你啊？来，我看看腿怎么？你不用看，我给你走两步你就明白。我都一拍我都不行。哎呦，我完了！哎呀，哎呀呀呀呀！你这么厉害！哎呀呀呀呀呀！哎呀，
我这鞋甩丢多少只了？是吗？行，华侠，你搁那鞋甩丢那回不是上人家偷小鸡狗撵的吗？你说啥呢？那狗撵的，我腿好，他能撵上吗？是是是，大哥，那什么，这拐你上哪儿买去呢？买拐呀？大兄弟，你还没听明白，他就是想把他这副拐卖给你。卖啥呀？你咋这么抠呢？送给他不就完了吗？这、哎、不卖了，就别说话行不？不是，听我的不？这大哥，你那什么，那个他吧，猪拐，不是啊，鸡拐，不是，别的，大哥，我知道你爱面子啊，兄弟啊，我知道女人提钱了，你不给伤你面子，不是，你是要面的人，你说你给了你。我不要也伤你面子。不是、啊、大哥，你听我说，我这个拐我不能白要，我得给钱。你给钱吧，原来这可白也就200多块钱啊。那个你给100行不？行，给100，哎，超过100我给你急啊。好，别跟他掺和啊。哎呀，管人要多少啊？别这么没用。大哥，这俩都加一块才31块钱，那就拿着吧，要多少是多呀。你要啥自行车啊？啊？要啥自行车啊？管人家？啊！你还能给我做点脸吗？你？谁说要自行车了？那什么？我没说要自行车。见笑行吗，兄弟？见笑，我管不了他行不行？大哥，你太丢人了。我没说要自行车，你说的要自行车。你别跟人说行不？刚才不是你说的要自行车。你别说话了行不？大哥，你听我说，你别老生气了。我觉着大姐说的这句话是有道理的。你说像我这个腿脚呢，基本就告别自行车了。完了，把自行车就给你们了，你看行不行？不行，不能要人家自行车，你快推走吧。哎呀，你看他坑你呢。哎呀，你这是坑我！你怎么这样呢，你呀、啊？我就纳闷了，同样生活在一起的夫妻，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？你回去好好养病，大哥，缘分呐。好了，告诉我啊。好。我说你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？你过啥分？他得谢咱们。谢谢啊！你看看。你瞅啥？心疼了还要？走。还干啥去？换个地方，找个腿脚不好的，把自行车卖了。真是。